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那么接下来我是保持一直讲着 Master Garden 的是玩的是繁中版啦，它更新的就是我们的 Alpha， 然后这 Alpha 是白影的 DC， 也就是说这个算是新的系列啦，限定的，然后第一个试抽，那么接下来50抽来看有没有机会能够中，然后呢应该还会连续就是一直出，就是可能还会出第二期，下一个限定的时候啦，第二期、第三期、第四期这样子，就是触回跟之前一样的模式啊。第二个石头，不是吧？我的翻动版两个石头 boss， 第三个石头，拜托阿尔法，拜托围墙阿尔法。哦，有罗定 ，nice， 哇，还是蝙蝠，不是蝙蝠，说错了，是校服，不是蝙蝠啊，哭啊。结果左边的是亚历克西亚，右边的是忘记了叫什么名字，总之就是席德，也就是暗影扮演的了。然后结果歪了一个伊布西龙，这个算是不错啦，目前可以拿来打就是那个魔界争霸战。那第四个石头，哦 ，nice， 又 loading 了。是啥？哎，这次还挺久的，哎，挺久有机会，哇，还是校服，不是吧？来个问号啊！结果第一个是干嘛？跟我们的西德哦，第二个哦，问号来了，再来一个吧，再来一个，有没有？再来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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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有，哦，又一个问号 ，nice。我的喉咙都沙哑了，结果是西德。第二个娃，这次的石抽会 loading 这么久，该不会是有新的角色？果然是我们的雪女。我的繁中版暂时没有雪女了，就是有比较稀有的角色都没有了。哦，左边是 John Smith， 就是约翰史密斯。哇，结果歪了，结果不是歪，结果跑到。在恶的魔女那里去了。哇，这次是能说欧吗？好像不能呢、欸，怎么歪的这么够力哦？追一个石头了，哦，又搂定了、欸，是吗？哇，又是校服，哭啊！结果又歪了。不过这两边我都想要了。结果五个石头歪了五个彩耶、欸。这五个彩全歪，哭啊！还有一个是三个彩的，结果三个彩全歪，哭啊！不是吧？我也太惨了吧！算了，看有没有机会过后再抽吧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在 B 站还点个闪铃关注我。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！应该会抽了，拜拜。